好几点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想被抱，就是上酒店，你能接受李仁哥去酒店吗？李仁哥，我能接受啊。有读出不一样的资讯吗？我能接受啊。标题出现了，标题。对啊，接受李仁哥，有跟酒店没有很亲密的行为，垃圾可以吗？我去不了。而且水瓶是无辜的，水瓶去呀。不要偏了哈，不要偏了哈。一定偏，一定偏。母亲节你不要花了，那最后你跟他要什么？没有跟他要什么哎。不要东西，没有任何。哦，其实我去美国的食宿什么所有钱都他出的哦、对啊，机票也是他订，然后那个 Airbnb 也是他出，什么就出了几十万呢、所以我哪好意思再要什么礼物，然后我只有说那我暑假可以再去吗？